长，今天是不是要颁发奖金了？说的没错，今天确实要发奖金了。嗯，咱们今天呀，不看身高，不看体重啊，主要是看你们的扎针技术。哦，我的巨型针管肯定能让院长眼前一亮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谁先来啊？来摸摸猫呗。留到最后的呀，肯定是最好的。鱼，你好，猫猫，那就你先来吧。院长，看好了。哇！哎呦，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你这创意很好，但是啊，你这针啊，会给病人引起不必要的恐慌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奖金给你100吧。你笑啥呀？给你了。院长，给你拿好了，放到屁股那儿。哎呦我去！院长，怎么样？我这叫呀隔空扎针。你差点没把我送走啊！我这个呀是我的最新打针。还最新？给你奖金。哎呀！院长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办法虽然新，但是难度系数较高啊。哎呀，蓉蓉，你还笑话我呢？你看见没？技多十倍呢！我一十倍怎么能干嘛呀我？食堂打饭呀，是要盘点《植物大战僵尸》中的稀有僵尸。稀有僵尸？是的，没错，这个游戏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吧？但是你们一人只能盘点一个，盘点一个打一勺，盘点不出来没饭吃。啊，只能盘点一个呀？哎，又是吃不饱的一天呀！你们谁先来呀？我先来。第一位是贝斯手僵尸，他长着卷发，脸像小丑，他的出场方式很奇葩，召唤意愿从天而降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会直接压扁植物。哦，嗯，这说的不错，就给你打一勺饭吧。下一个猫猫。第二位呢肯定是海象僵尸了，他的体重有点肥胖，走走停停还要爬下来休息，刚被消灭在原地，为什么这样？在本行最右侧召唤僵尸，虽然还差一点，但是还可以，那就打一勺吧。下一个，香香大厨，你等一下，我呀来叫我的兄弟们。什么鬼啊？香香大厨，一个人只能说一条，那我有两个分身，是不是就能说三条了？你们听好了，第一个喝酒僵尸，一个嗜酒如命的僵尸，他喝完酒以后呢，就会变身肌肉男。第二个偷盗僵尸，他看不见也打不着，只有被路灯花照亮以后才可以消灭。第三个电荷僵尸，他的头发就像被辐射过一样，是个爆炸头，有拿手电枪，不过呢被电荷击中以后就被消灭了。好了，阐述完毕，香香大厨怎么样？嗯，一口气说了这么厉害的三个稀有僵尸，来有个想吃多少吃多少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大厨。谁呀、啊？连车都没有、啊，不知道呀。留着有何用？赶紧踢了吧。玩游戏看的是实力，别整那些有的没的。你呀、啊，跟我们不是一个 level。踢了，踢了。哎呦我去！猫猫，我的皮肤啊比你们都厉害，为了这个招待，我先拿了。不可理喻，哼！这装备是我先看到的，那又怎样，现在在我手里。可是猫猫，你把装备都拿走了，我们等会遇到敌人怎么办？哎呀放心吧，肯定是我保护你们呀，走吧。哦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枪都火了。就这样还保护我们？45度方向有枪声，我就过去看看。原来是这三个字，刚才把我踢出去，现在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光顾肉肉，你准备好，要不你去救一下猫猫。不，我害怕，你去。
位还想救人，你当你们是神仙呀？你不就是刚刚被我们欺负去的那个人吗？今天啊，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高端操作。K.O.、哎、有时候啊，吃鸡就是这么简单。时间材料什么的你们自己准备，一个小时之后拿着你们的成果来找我，我会给你们打分。哎，热热，你打算怎么做呀？我才不告诉你。女生永远是女生。我用白纸在上面画一个魔刀千刃，然后再用剪子把它剪出来不就好了吗？哦，猫猫那么懒，肯定会画一个魔刀千刃。我要是想考得比他高，那我就得多下一点功夫。哎，明白，我用白纸折一个魔刀千刃不就好了吗？魔刀千刃要自己准备的，那我一定得准备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。用什么呢？哎，那儿怎么那么多吸管呀？有了，我就用这些吸管做个废物利用。Oh no！ 哈哈！大家都做好了吧？做好了。不错，那就都拿出来吧，给你们打分。老师，你看，我用铅笔画的魔刀千刃，还用剪子把它剪出来了。猫猫，你这也太敷衍了吧！老师，你还是看我的吧，我这个呀是用白纸折出来的魔刀千刃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没有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呢？当当当当，山羊老师，你看我这魔刀千刃做的怎么样？哇，吸管做的，我看看我看看。哇塞，对啊，我为了废物利用，在路边啊看到了这100根吸管，所以呢就用它做了魔刀千刃，怎么样？100根，好，油膏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下面我宣布今天的满分就是油膏的。耶、yeah, ，谢谢香香老师。那我们呢？你们两个呀，不及格。啊，一不小心又是满分。